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晶。12月13日，讯，此前，曼联球员博格巴的经纪人拉伊奥拉在接受采访称博格巴的曼联生涯已经结束。来自体育图片报主编法尔克的消息称，博格巴要求拉伊奥拉给他找新东家，否则就换经纪人。今天，拉伊奥拉、博格巴两人站出来，指责了图片报的不实报道。而法尔克本人也在刚才更新了推特，回应了拉伊奥拉的指责。法尔克在推特上转发了拉伊奥拉指责他及图片报的推文，并这样写道：你说的可不对，拉伊奥拉先生。编辑：姚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